推广传统文化，由永德区公所承办，新北市议员卢文琮服务处协办的2017新北市永和区传统戏曲表演活动即将迈入第四年。这次邀请明华园当家小生陈子强领衔主演《王老虎抢亲》，全新戏码要让民众感受不同的传统戏曲。每年的一次的歌仔戏，我们当然希望可以借由这样的活动呢，来推广本土的这个歌仔戏。那么特别值得一提呢，就是由陈子强这个领衔主演的歌仔戏呢，结合了很多时事哈。那在过去呢，我们一直以为这个歌仔戏呢跟年轻朋友呢可能中间有一段距离，但事实上不然哈。所以我们也欢迎这个年轻朋友呢有空和有时间的话都可以前往观赏。那这一次呢是在11月11号礼拜六晚上6点半，在我们的永和国父纪念馆免费入场，欢迎大家阖家光临。明华园的表演掌握社会脉动，巧妙结合音乐、舞蹈等各类艺术，总是能打动人心。上演的《王老虎抢亲》，剧中将打破大众对于歌仔戏英俊小生的印象，幽默俏皮的丑角反客为主，成为整出戏的灵魂。11月11号，欢迎大小朋友把握机会欣赏精彩表演。出位天空新闻永和报道。